那您有打电话给柯文哲市长，要这个谈所谓北市补选白绿合作的事？好，这个事情应该是很单纯的一个事情，也就是今天金钟汉写的吧。好，那上礼拜有一天，当然我忘记哪一天了。好，当然上礼拜大家心情都很不好啊。那我就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看到验票怎么样，然后才想到，然后跟着是我老朋友，我就是想着打电话去关心他，跟他 say hello 而已。结果他没有接，他也没有回电，那我也没有再继续打，就这么一个单纯事情。所以周刊要怎么写，当然他的事情了、啊，实情就如此。那他知道我是立法院党团总召。立完事情你问我，我无所不都一定会很清楚回答。我向来对于党务事情我都不做发言。这个事情是要问选举策略有没有党主席右昌，也有提名小组，哦，我绝对不可能去业主代保。那后来联络上？我卡下伊无接，伊嘛无去卡下我，大家袂记哦。有想再打给他吗？有熊再打电话，我就再打了。好，OK。